来请咱，来请到咱主委吼，咱王明仪以及啊咱文化局科长啊何宜芳啊以及呢啊咱的啊委员干渣代表。来啊，哎，来啊！小心你跳跳，你嘛代表咱们市政府。好变啊！来，你要不要换的？要，来，我穿的。稍等一下。我做个摆设，看看来冰冰手。我这个我听用客用客。来全体拜，再拜，三拜。天地开张，庆丰粮食大吉日，就是咱己亥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此时有着主礼官，咱的正统龙应门圣母庙主礼员王明仪，副礼官就是咱台南市文化局咱的何宜芳，啊，以及呢，咱副礼官就是咱的郭德钓文进。在这处，咱家主年新春嘉年华，咱正统龙门圣母庙来举办，啊，来特别的由着咱的主帅龙门嘛，海大天顺寿五福千岁西天合作啊，来设置咱的天华。啊，要来恭请呢，咱龙上帝啊，以及三官大帝，以及咱的五道神君、东岳天子、灵性大帝，要来领着天子地灵。啊，再来呢，就是咱春武公啊，嘛是在这个时阵要来立宝。啊，要来。祈求呢，会当咯，就是咱新春嘉年华所有本庙所办的活动真济，啊，就是呢，咱今年特别啊要来报告，咱三十个要来举办这个跨年的晚会，还有咱水上花灯有要启灯的仪式，这是。今年度新办的安尼，啊，搁再来呢，就是咱七星桥、安泰水、安光明灯、文昌灯、姻缘灯、长寿灯，有咱呢啊，宝财库、开运灯、软桥卡、九品莲花，咱广场的美食街，这所有的活动。啊，到个呢，咱二月啊七八日，咱早上九点啊，要来十点吼，九点至十点要来举办咱春雨宫梦神啊，以及呢咱本庙福德正神圣驾呢，要到咱丹门城，要来举行祭天仪式。啊，典礼了后，咱就要来进行啊，这个游行，游行到延平郡王祠啊，再次啊做一个祭奠。祭奠了后，啊，咱的春雨宫望神福德正神，就又搁回转本庙，然后咱中午开始呢。就是一连串咱的艺文的活动，
啊，有呢，咱到咱下暗的六点，有办理夜会灯，以及咱夜春雾福德精神的游行。到咱呢，啊，这个游行了，啊，咱就有这个变春雾、抢春雾，这活动到甲八点二十分起。就要来正式，要来施放高空烟火炸红炮。啊，在此呢，特别啊，咱妈祖殿的庙埕，佮举办啊，咱的妈祖圣水啊，供呢啊，咱的信徒来祈求。在此呢，啊，要来祈求啊，正统龙门圣母庙啊，天上圣母，大天师兄母父千岁。地天辅助啊，感恩呢啊，会当来下旨福佑，会当风调雨顺，庇佑全国，啊、以及国外善男信女，会当时时无非凡之灾，不则有将来之变啊，不然正统龙门圣母庙，庙宇昌隆，信徒大德观遍天下，全体在祥祥。再上香，三上香，恭读所闻，今天吉祥，太平分居户，天清受食天，人人受尽德，信赖做神仙，平万三千所，市顶数万人，丹台开宝经，尽果引流传，天地自然，危机分散，众中愿力。红龙太武，北方威神，四五自然，灵宝护命，虎克九天，空龙胆啊，长弓太炎，三妖不蛇，杀鬼万千，江山神兽，万世玉门，七象一变，疾病延年，安行无恶，八海之门，魔王缩手。四位五仙，香味交谈，道气中存，银幕裂飞天尊，恭迎太上弥勒无上天，妙有现真境，妙妙智金发，太弥玉清宫，无垢无上性，普罗化光明，直至至无中，变幻总是空。南京秦上德，回报大神通，两大天尊，天宫九上帝，三元天地水，三观九府应感天尊，终于天道高远，定量神意灵通，圣古表明，众生心意可见，已经天神造化，普天金冠。至尊龙上帝，三元三品三官大帝，南斗神君，北斗神君，东西中三斗神君，三个人性大帝，三界神祇，一日江神神君，一年太岁神君。八卦大神，
正统哦，你问信无票，天上信了，五府千岁，地天不作，列位尊神，福德正神，烈性仙佛，精神，基金，虚空虚空，岁次主，上元灵节，正处青春，三阳开泰。正统五里门信号庙，台南市政府启请杨春奉神亲临，春雨大福。正统五里门信号庙管理委员主理员王明义，全体委员感谢信徒代表。前身南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研究科科长何以峰、王乔勋，该合众神认定，恭喜家主理新春活动，祈求上苍保佑，正统五里门信无庙，千年路烟尚不断，万载香火永永流。台南市政府市政行动，众先生男女，素食自在，不折有情，顶土清平，安和睦利，请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家团结，五常安安，五谷丰登，工商会利，事事清净，财源广进，一路行通。人丁兴隆，迎春南方，平安万福，交吉金锁，用上帝有钱，当我天地人生大地圣前，公望道祖父随出纳，天文第二年十月廿八日，皆是金锁上好。全体行神拜礼，拜再拜三拜，请一票。
团队成就，向上天和天敬拜，至尊荣上帝，感觉人生大地行三拜礼拜，再拜三拜，文庭素文。好景未过，再行三拜礼拜，再拜三拜，平了礼品。立宝的部分来拜，再拜，三拜，例行。